盖打开一下吗？要？应该不用，加油。我知道加油。我说前面机盖你要测机油吗？还是不用测？觉得我都测了那么多次，它都没掉过。啊、觉得应该没事吧。希望他说没事吧，别他妈的又爆一个，那就真的没。然后我们就没有 CNA 了，那就 GG 了，那是真 GG 了。滑出去一下好伤，妈的半天成绩都做不出来。